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王，咱们又见面了。这么晚了，老王还出来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之前的那辆幸福250？今天他换新主人了。那辆车老王前前后后修理找配件，花了大概有近1000块钱。今天老王888把它给卖掉了。买它的人也是我们车队的一位车友，他是开那个，他是卖车的，他想把我的车拿过去呢，就是修复翻新，然后放在店里做一个收藏，我想这是对他最好的这个归宿吧。我可不想把它当废品卖掉。那么我为什么要卖它呢？那么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家里实在是没地儿放了。这是我们这个楼下这个阳台这儿，我的车库有两辆摩托车，两辆自行车，还有一辆电瓶车，实在是没地儿放了，只能把它放在这里，还是风吹雨淋，长此以往，我想过不了多久它就真的成为一堆废铁了。所以老王也是没办法，只有把它给卖掉。Hello， 哎呀乖，想乖那天有妈咪去了想这个来鸽子这个80年的，这个90年的，我不能信。干脆准备怎么反向啊？怎么反向啊？修个电动吗？管电动那也不少钱了。我来想他点是吧？嗯。怎么了？出差吗？不是吗？把专业证到你店里再去玩吗？这个是那个固定的皮的。没有了。你们圈里还没报的人，就是这个地面丛林师，地面在那边，所以隔还有个后面一个板的哦，后面在铁锅里，我们找的砖松板的。哦，那边一个板的。对对对，板的在哪里？才问你，青菜多问题，青菜。这天秋江的这个砖呢还凉呢。家里实在没地儿放，转到你店里把你哈雷波死家找。我们车队的大件啊，他就是卖车的。Hello， 改天到他店里去试一下他的那个883。走喽，拜拜了。陈家不怎么好，这个，他那个。对，你车的有什么玩具土车的？嗯，老家我又要跟他崩黄了。还好，大部分品种都能找到，大部分品种都能找到。是要找到你晓得吧？主要是要保留，那么红你就不红这种车了。对，能保留他妈原来的，原来的样子就保留原来的样子。就弄个红的路的，那视频那种。能够吧？啊。运动的用也是好的，然后再给它翻箱子就行了。你红的了，轮毂还在呢。哎呦，轮毂把老子修的，老子留着恁个这个修，给恁个他也是给恁个修的，我没有。可惜了，可惜呀、啊。行了，那就不运动了。第四天我找你过完啊、哦。你那个门是在哪里呗？西单附近。西单大当城那个是的，你那个你。这长皮的可以多远？是两步远。两步远啊！我在弄个鸡蛋。哦，行。拜拜。同时告别幸福250。不过放在他那里我很放心，有时间就过去瞧一瞧呗。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